接下来啊，在这个生日快乐之后，我想要带来一首比较温暖的歌曲。哦，我前阵子也蛮喜欢这首。对，非常好听哦，它跟费玉清的那个版本。我没有听过。真的，你只有听过一个人的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安排这首歌，是一首最近蛮多朋友喜欢的一首中文歌曲，非常温暖的一首歌。当你老了，谢谢。多少